OK， 又到热血日志时间，看看今天都发生了什么事情。热血值、勇气，给自己70分吧，感觉今天就是毕竟有运动，然后就是耐力60吧，没有什么太多耐力上面的体现。技巧70分吧，今天怎么样也是赢了。超越70分吧，毕竟赢了一个自己没有接触过的运动。热血时刻，热血时刻就是冰壶比赛啊。最想称赞的伙伴，家园吧，他的那个烧烤特别特别的好吃。冰壶比赛我觉得自己发挥了特别好的瞬间就是我不记得了，我感觉整体都发挥的还行，然后就是混了一个胜利，但是反正就是很开心。热血时刻就是冰壶比赛，我甚至想把热血时刻给到烧烤，因为真的还蛮好吃的。今天热血日记就到这里先结束了，我们下期再见。